这个西洋菜鱼滑汤，咁啊有西洋菜一把，姜几片，鸡汤一罐，同埋有啲鱼滑嘅，嗰啲即系鱼浆啦。咁我就之前教喺视频里边教大家点样做鱼浆嘅，如果自己中意自己做嘅咧，可以睇翻我啲视频，或者喺超市里边买一啲鱼浆都可以。之後抌啲姜落去，倒埋啲雞湯，等佢滾起之後就落菜。啲水滾咧就落菜，因為西洋菜咧要凍水，唔係要水滾咗先好落，如果唔係咧就會苦嘅。而家佢個水咧滾起咗啦，我哋先落西洋菜。加少少油，而家佢再滚起咗啦，我哋可以放鱼肉。如果中意食淋啲菜嘅咧嘅朋友咧，就煮淋啲啲菜先再放鱼肉，因为啲鱼肉好快就会好啦，好快煮好。然之後再冚佢滾一陣，啲魚肉熟啦就可以啦。而家又再滾起啦，等啲魚肉漲大嘅時候咧，就已經係可以啦。啲